营长，嗯，又写信呢。哼，给您闺女。是啊。您闺女才三岁，能看得懂吗？她现在是不懂，但她以后一定会懂的。哎，那您写的啥？那给我看看吧。啊。春妮子，爸爸是在战壕，战壕的壕。爸爸是在战壕里给你写信，这里生活很苦，可我们都不在乎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吃苦，就是为了你和妈妈。在祖国不用吃苦，我们在这里打仗就是为了你们再也不用打仗。再也不用打仗，那该多好啊。营长，这仗我们要打到什么时候？只要有人欺负我们，我们就跟他打到底，打到他不敢再欺负我们为止。我们不会去欺负谁，但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们。营长，你说我们今天做的一切，以后的人会记得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歼十 B 飞机两架，后面全程护航，向保家卫国的